汉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压到我。然后为什么我的伤会这么严重？就是因为那个是五月份的正中午，你知道那个柏油路很烫，所以我这个还有灼伤。他们很怕我哪天就宣布，就是说老娘不唱了，这样就完蛋了。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不能轻言退休这样。所以他们今天如果你们这个消息出去，他们应该要放心。对，大汗从上面掉下来，然后压到我。然后为什么我的伤会这么严重？就是因为那个是五月份的时候。五月份的正中午，你知道那个柏油路很烫，所以我这个还有灼伤，所以我是到烧烫伤处理中心去看的，只是那个因为伤口太深，所以它有色素，然后医生跟我讲说叫我不要急，我就给他时间，对对，有很好的这个叫做什么叫做知己跟朋友嘛，对，对，我觉得保持这样的关系就很好。对，其实有很我其实知道他们只是不说而已，他们很多人都很担心，就是我哪一天，而且我水瓶座啊，就有的时候会不按牌理出牌这样，他们很怕我哪天就宣布就是说老娘不唱了这样，就完蛋了。我是真的，我觉得我跟我歌迷的感情都很好，我真的会替他们想，我真的会，因为所以我就觉得说，哎，我不能轻言退休这样。所以他们今天如果你们这个消息出去，他们应该要放心，对。